pass step pass 先 pass。我们让他无偿就可以得到，就可以得到食物，让他喜欢接近我们。对的，手一抬高的时候，狗因为它需要平衡，所以它很自然的、很容易自己就坐下去。在那个时间点，我们下坐下指令给他，让他知道说，哦，坐下这一个指令跟刚刚那个动作是连接的。狗狗那时候说刚开始的时候他不懂那个意思哦，所以他可能没办法做得到。很重要的一个要点就是说，我们不给狗任何的压力，好，让狗在没有压力之下学习，好，让狗他自己学会思考。我们刚开始的时候不要离狐村太远，好，不要离狗太远，然后我们大概往后退个两三步，然后盯着狗看，好，盯着狗看，狗如果说乖乖的坐在原地，对。狗狗乖乖的坐在原地的时候，我们立刻回到他旁边鼓励他。